仲基和宋慧乔主演的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近期爆红，掀起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之后的追剧热潮。尤其男主角宋仲基在剧中扮演特战部队军官刘时镇，每次穿着军服戴着墨镜出场都帅惨了。而这股军装效应现在也吹到两岸艺人的身上。已经晋升为人妻的 Angelababy 昨天就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穿上军装的照片，还模仿宋仲基撩妹的口吻写道：周末有空陪我去吃饭逛街看电影吗？我等你的答案。最后更自称是太阳的后姐，笑翻了一众粉丝。不过有网友不忘提醒 Baby 已经有男神黄晓明了，不要太贪心。但也有人猜测 Baby 可能是在录制奔跑吧兄弟，为了宣传节目想出的噱头。同样风军装的还有内地艺人邓超，他也穿上了军装还戴墨镜，在微博上 po 了四张自拍照，还自称是太阳的二舅。不过有网友不太领情，说邓超忽像男神又像男神经。也有人说想看太阳的舅妈，点名孙俪也来扮。只能说连艺人也在封太阳的后裔，真的太火了。